第二次审查的时候，我有
我们有建议说，你要以较干净的冷阳来代替生煤。生煤它本身是一个烟煤，它是一种比较不干净的什么的煤炭，你至少要用比较干净的什么煤炭，无烟煤来取代。结果他不要，哦，李县长还是给他什么燃烧生煤，而且又多给他延两年。到现在，县长说要加严审查，怎么加严？前两次许可证的审查会完全看不出加严的标准是什么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，现在许可证两年过了，县长的作为是什么？未来人民要怎么监督许可证？县长的决心是跟台塑勒索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大家把公民团体当成什么？不要利用公民团体的力量去做政治操作，可耻，非常可耻。这件事情，所有公民团体会非常的愤怒。我们再一次重申，县长，你的加严标准是什么？你的自治条例是为了什么存在？请县长扪心自问。但是我们选民的，以后就是付得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送进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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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啊，你好啦，你好，你嘛好啊，两年过去啊，我还在等两年啊。我肩膊，我这边很热哎。好，县长没诚意出来接受。这边是的，我们要，哎，我们去参观那个南凤展 ，OK 吗？好，南凤展，我们去参观南凤展。哦，老师，哎，我们县政府在办南凤展啊，结果不出来接待抗议书，红不红字？红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后就去撕毁，那可不可以参观南龙展？可不可以？撕毁，可不可以参观南龙展？跳掉！我们还会再来，今天没人理你，我们还会再来。县长不鸟公民，县长不鸟公民，公民帮他抬钱了。来，还好看而已啊。这就是我们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县长，这就是我们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县长。